请合掌，我们以至诚恭敬心皈依三宝。南无布达雅，南无达玛雅，南无上伽雅，南无布达雅，南无达玛雅，南无上伽雅，南无布达雅，南无达玛雅，南无上伽雅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诸上善人，应该，还有两品，还有三品，《维摩诘经》真的是很精彩啊，很精彩。那可以不断的、不断的、反复的看，看多少算多少。那看不懂的，后面会突然就懂啊。那也从通通不懂，慢慢懂一点，懂一点。那个懂的不一定是浅的哦。就是跟你相应的，跟你相应不一定是浅的，所以学佛不在你学多久，是启发了多少自信。你学的再久都不晓得要去启发自信，那学半天还是在外面绕。对，不受用。表面上有在学佛，但内心没有在学佛，最怕是这个样子，那因为内心没有在学佛，所以会不断的犯错。内心一犯错呢，表面就错了，就里面不对，显现出来一定不对，那外面对，里面不一定对，外面对，里面不一定对，但里面如果不对，外面一定不对。所以一定要很小心啊！内心其实，若从外面慢慢慢慢慢慢改造，一直要改造到里面，那其实很难，很难，因为你已经有内外的执着。那事实上，内跟外是因为有外才有内，因为有内才有外哈。但是我们的根本是内，不在外，外是表象，外是显现，外是缘起，外是无常，外是有为法。但内呢？内是本体，内是无为，真正的内是不动的。所以一定要掌握到那个，才可能跟真正的定相应。如果只是外面，那其实都是暂时停一下。暂时停一下，等一下又不见了。如果到里面呢，那就永远不是停下来，永远不动。那我们说停下来是一种动的停止哦，但不动呢，它可以随缘到处动，但那个动是随缘，不是它在动，随着缘，该在哪里就在哪里啊。也就是随着外缘在哪里，因为你自信变满，你的心变一切处，所以你身在什么地方，心就在什么地方，外在在什么地方，内在就在什么地方。所以还是要去掌握那个根本的体性，也就是心性。这个地方你若懂了，其实要修行很简单。我们修行不是要一念一念的征服，而是当下顿断妄念啊。那请问念从哪里生啊？念从无明生，
念从真如生，念从空生，该断不该断，连断都不需要，连断都不需要，这个叫顿断。顿断只是一个说法，而你如果又陷在这个断上面，又陷在那个顿上面，那就没完没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常常在那个顿渐上，在那边探讨，在那边甚至讨论啊，那个其实就莫名其妙。因为每一个当下都是当下，但每一个当下都是无常。那无常的是现象，无常的是时间，无常是空间。那时间空间是什么东西？空间是变切处，时间也是从来没有，从来不能找到一个定点，叫做时间，也不能找到一个定点叫做空间。就是你先有了点才有时间空间，那个点就是我。先有了我才有时间空间，没有我哪来的时间空间啊？没有。所以佛法很不容易说，很不容易讲得清楚，甚至也可以讲很不容易受用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因为一有我，你就不能真受用。一有我，就不能真受用。那我们说谁在思维？当然我在思维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一定要再回去，再回去哈。我在思维，那我是谁？就你探讨到这一点，这一点还是有所依，就不断的去突破。也就把你暂时住的地方一层一层的拿掉，你住在什么地方就 拿掉，你黏在什么应无所住吧，所以你黏在哪里就从那里把它解脱。那里把它解脱呢，其实你如果真正的懂得佛法的道理，无处不解脱，没有什么东西不解脱。你再大的困扰，再大的烦恼，当你不跟烦恼相应的时候，那烦恼当下就不见，也不是顿，也不是渐啊。那当然，因为我们形容上可能就用顿啊，就一下子突然就不见了。跟我们说这个从香积国来的这些菩萨，他礼完佛，然后说走就走。他从哪里到哪里去了？当然我们头脑还是停留在他从娑婆世界回到香积国去了，在演戏啊，还是有这个来去啊，有来有去啊。啊，事实上他如果真的从这里，从哪里来又从这里去，那一定是渐渐的吧，就随着缘。但是问题是他当下就不落因缘啊，就不被因缘转，不被相转，那我们做不到。所以我也只能说不能做，因为我们真的没有那个功夫啊。但是你即使没有那个功夫，时间到你就有。我们现在有这个色身，你要从这里移到那里，一定要有一定的动灵、动能、动量，才能从这里移到那边。但当我们这个身体没有了，你从这个地方移到那个地方，根本就都不需要能量。哎，就一个夜风哈，那把你吹，夜风也不是从这边把你吹到那边，一下子就到，顿然就到。所以要往上西方极乐世界里，虽然说是几十多少多少国土，多少那个。但事实上也是当下就到，也不能说顿到，顿还是有快慢了。当下即是，不是快慢的问题啊。所以证悟不是快慢的问题，
不正不误，不会见正见误，误就误了，没有见，没有说我渐渐懂，渐渐懂是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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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懂，还是不懂，突然，通通，心领神会，一下子清清清楚楚，那时候才是懂，那懂就完全没有障碍，没有遮障，完全透明，懂就是没有无明，我好像懂，我听懂了，那个不是真懂，你以为懂，不是真懂，所以修行。究竟跟不究竟就在这个地方，那在不究竟，那当然还留一个究竟在，那个假名，那不究竟就不究竟，但不究竟的当体是究竟，这样你才可能究竟，若不究竟就不究竟，跟究竟不一样，那永远不会究竟，因为你不可能从错变成对，而这错本来不可得，你慢慢的把错都不可得都拿掉了，也没有可得，也没有一个对可以得，没有错可得，也没有对可以得，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说，因为接着下来这一品呢，其实就在谈更深入的，前面是在讲因，就是一个菩萨要修行应该 要怎么修，接着呢这个要讲果，一个修行者要成佛要怎么成，见修行果，所以看起来是好像没有关系，事实上一层一层是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深入，所以会看不会看当然就一直念下去了，完全没有层次只有字啊你若懂得多一点点，那会弄段落，所以一样在念，你的段落如果念错，那就代表你不是真懂，那现在我们的书很慈悲，都标点符号都把你标得很清楚，但是我看过的经典还没有看到一本标点都标对的，我还没有看到一本可见呢，这些标点的人其实都是有也都很有很深入的研究的，但是他解释错的时候，他 标点就错了，他的理解是那个样子，他就标成那个样子，那我说从来没有看过一本书不被我改的，不是我比他们厉害，而是在那个地方我有我的理解，我觉得这样子不对，那我敢改他就代表我这样理解比他正确，但其他为什么都没有改？其他我的理解跟他一样，那意思是不是我比他行？完全不是哦，千万不要你能改人家就以为比人家行哦。那时候我印象很深的，那改作文只要改我的作文，我都很生气，因为我觉得他改的不是我要的，他以为那样子比较好，但是。这个不是我的意思，你不能改我的，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很多人我从这个地方我也很能够同情固执的，因为我比谁都固执，真的真的我从小就很固执，所以我看到固执的会觉得很可爱，这个就是那时候的我很臭屁啊，很固执，事实上呢后来该笑的是你自己，会觉得那时候怎么那么固执，那时候固执现在会不固执吗？一样固执这个固执只要无明在是永远拿不掉的，永远拿不掉，所以当然我们要防范，但不能说我已经不执着，有些人都说我修得不错， 我修得错不错我自己最知道，我只是不敢生气不敢表现出来，我哪有修得好但是事实上也是一样，至少我会装一下吧，我想生气我装一下没有生气，这个就是修行吧，就以前的行为现在多少有一点点改变，但是要改变还很多，现在能改变的是现在之前的
到现在，以后我没有把握。我活着的时候好好，我死没有把握。我健康的时候好好，我病的时候我没有把握。你自己一定要有这种觉照，不要太碰轰，以为自己已经修得怎么样。那如果是这样的常常自我觉照，你就不能说完全对，但是可以寡过，就少一点过失，会少一点点过失。哎，那不犯错呢？其实我的想法是这个样子，不犯错，至少不会伤害自己；不犯错，可以进一步不去伤害别人；伤害自己，可以自己了结。当你伤害了别人，不是你说了算。你如果晓得这个严重性，那你就晓得，要不伤害别人，要做到不伤害自己。你说赶快修有多重要啊？随时要要求自己对。那什么叫伤害？客观的讲，简单的讲，还是一样。当从你的身心生出了贪嗔痴慢疑，这时候就开始伤害了，伤害自己了。因为你生起这个，你还不晓得你病了，还不晓得自己错了，接着下去一定会伤害别人啊。所以这边一定要看得很紧。而且晓得，哎，一错就是错，没有什么理由，赶快把它拿掉，因为这时候还是我的事。我生气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镜子里面的我。那镜子里面，我不一定要去照镜子，而是我们那一份觉照，发现我这时候生气，不要出去让他看到生气的我，还不晓得自己在生气。还一直在找那个生气的理由，就把这个生气归给别人了。你那个脸已经很臭了，啊，已经很难看了，已经开始在伤害人了，啊，所以这边呢，其实都要这细节才是真正的修行啦。哎，那个犯大错，我们大家都不会了，但小错不断了。大错容易防，小错很难防。但你若不防小错，难免会酿成大错，啊，伤自己小伤可以复原，大伤就很难复原。伤别人，那小伤也不一定就很容易复原了。因为我看过太多太多人，不是他没修养，他对某些人事物特别没修养，不是他没修养。他在那个死角那边，他就是没修养，一碰到那一些事他就没修养。按你说他没修养，如果不是这些事他都很有修养，你说他到底有没有修养？ 99.9% 有修养， 0.01% 没修养，但是这 0.01% 就要他命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不是我们有修养没修养，在这个很细微的地方多注意。你没有修养也就变成有修养，那怕的是自以为有修养，但一犯错就是大错。人家很尊敬你，结果一下子糟糕爆出来了，完蛋。这就好像天上的月亮，因为尤其是15或者16 17这几天都特别圆，所以有什么东西，把周遭有什么东西都会看得清楚。那我们当然修行修得越好，就自信的光越强，这一点点沾污，一点点污垢都马上看得清清楚楚。那因为我们没有，不是真正的懂心性，也不是真正的在这方面下功夫，都用那个暗暗的觉照力，所以即使很大的瑕疵你都还没有看到。已经再走下去会撞山了，你都还没有看到，因为隔着那个无明的习气的雾，而且那雾很浓很厚，然后这边又是烛光很低，没有穿透力，那当然就难免犯错。所以我们修行
还是得在这种小地方，不要谈太高深，动不动就我要一心不乱啊，我要顿断无明啦、什么的，那个其实都胡扯，完全没有啊。先不要谈那些，先把我们的身口意照顾好，先把我们的身跟心弄得和谐，不要有突发的状况。如果能这样子，你的生命是很极静的。这条极静的生命就通往极静之路。你说偶尔就会犯犯错，偶尔无明就会起来，那偶尔你就会出大错，偶尔你就会掉到三恶道去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几十年对我们永恒的生命来讲都是偶尔而已，对，都是偶尔啊。所以千万不要纵容这个偶尔。当然这个偶尔你只要没有觉照，偶尔就出现了啊，就莫名其妙就出现了，所以还是要随时把握啊。好，我们就进新的进度了。114页，见阿处佛品第12。尔时世尊问维摩诘：汝欲见如来，为以何等观如来乎？维摩诘言：如自观身实相，观佛亦然。好，先念到这边啊，就一个一个问，一个总答，到这边是总答，接着下来就是别答，别答就慢慢的细分，慢慢把它细说啊。那这边这短短的这几句，其实已经说了佛法的全部，所以佛经绝对不在他的大部小部了。你说《华严经》啊，不管80卷、60卷、40卷了、有比这几句大吗？没有。这几句，你看，啊，世尊这时候就问维摩诘：“你想要来看我？那当然自称如来了。你想要来看我？”那你是存着什么心，动什么念，以什么态度来看我的？我们天天在拜佛，你拜什么佛？你可能说我在拜阿弥陀佛，我在拜释迦牟尼佛。那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到底是什么？你是存什么心来的？那你拜的阿弥陀佛是你心里的阿弥陀佛，是你业力习气里面的阿弥陀佛，相由心生嘛，相由心生，解也由心生，意也由心生。所以你里面如果说是还是很 low 的，那么你的看到的那个佛像也是很 low。 对不对？那天也有一个问说：“哇，现在怎么这么多人，那学历都那么高，但他们拜的所谓的什么师，怎么都那么 low？ 一看就是完全颠倒的。但是，哎，这些甚至是什么医院的院长啊，什么我的都是大大的不得了，不然就台大的教授了，什么好像都应该很高的。但是他拜的师父是我们这些都没有修的，一看就是很 low 的。”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？当然我认为他的师父很 low， 是因为我很 low， 这个我承认。我看不到他的任何功德。那你把你师父的功德以为他比佛还伟大的功德是你 low， 因为你根本就不懂佛有什么功德，就硬把它拼上去，这个就是佛的功德啊，真是比佛还伟大，那是你 low， 不管你什么学经历啊。那他真的有那么 low 吗？这是他起一念无明吗？譬如说我们这样讲哈，你突然有一个困难的问题，那在那边不晓得怎么办，虽然你学问很好，但是用你学过的学问完全使不上力啊。那时候这时候就来请教这个大师，大师给你几句哈，你真的受用了，就想哇，这个大师实在太厉害了。那因为你
用你的无明去比他的没有无明，当然他比你高，那你怎么不去用你的明来比他的无明呢？对不对？所以真的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小，不要把别人看得太大，更不能把自己看得太大，把别人看得太小，这个都不如实。当然如实是什么？他该是什么我知道他是什么，我是什么我知道我是什么。所以接着下去那个维摩诘的回答简单明了，我是怎么观如来，如来就观佛啊，我是怎么观佛的，我就像在自己在观我的实相，我如果看到我的实相，我都看就看到如来了，因为我的实相就是如来，如来就是我的实相。哎，这个回答很简单，但简单扼要，没有你自己没有佛，如果没有把这个我转成如来，也就是转成实相，转成本来面目，那即使有佛也跟你无关。那如果我把我自己转成本来的样子，那我本来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，本来如是，本来如是哈，那不生不灭，不依不异，不增不减，不来不去，哎，这个都是如来。但是如来不是一个不动的，我们刚刚讲过了，不是不动，而是随缘随时都在动，但不是他在动，是缘起在动，因缘在动，不是我能动，所以是因缘在动，如来从来没动，相在变化，体从来没有动。那体没有动不是体真的都不动，因为它无我，所以你动我就随你动，随你要现什么就现什么。比如说这个人，虽然我们都是有业障的，但是当一个人他修得比较好一点的时候，这时候你看不到他的业障，因为里面已经化解了，没有那个业障的相可得了。但他如果没有化解，他随时都现业相，那业相跟缘起相不一样，业相是我们造作出来的相，缘起相是无我的缘起相。不要把这两个又搞混了，业就是行为造作出来的相，而缘起是无我，没有造作者，缘起没有造作者，业有造作者。所以缘起不是，我们虽然说它是有为法，但是它不是真有一个什么东西在作为哦。如果真有一个什么东西在作为，不需要的，不需要有缘起哦，不需要依这个缘来起那个相，就是因为它不能造作，不能有我。那请问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来探讨哈，你比如说我们从小到现在，那有没有在造作呢？随时都在造作，是哪一个在造作呢？那时候的你在造作，小时候有小时候的造作者，大人现在有大人的造作者，随时你只要我起来就开始造作，开始造业了啊！但是呢，一样，小时候我也曾经很有修养过，当模范生，也同样犯大错去打老师，都是我啊，又是模范生又可以打老师，有这回事吗？不应该嘛，所以打老师不应该，当模范生应该吧。但是你当了模范生就不能打老师，打老师就不能当模范生，所以我是当了模范生以后才去打老师，如果我打老师不会，那模范生不会按到我头上来了，还没有打老师之前我都是模范生吧，那打老师以后人家都一看到这个模范生就觉得怪怪的。我都不敢打老师，这个模范生怎么敢打老师啊？所以其实对跟不对很难说。那事实上那时候
被我打的那个老师变成我的导师的太太，后来变成我导师的太太，那我导师跟他太太都很疼我，虽然我打过他。对，所以这个对跟不对其实没有定论。因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，还是回到那个事实的缘起。那事实缘起就是说，我既然是模范生，当然功课行为都很好，啊，那老师来代课，就他太太来代课，那我在看我的书，他去就把我拿起来没收，啊，我心里想说，我功课都做完了，啊，要干嘛？啊，这个后面有这些小说拿来看有什么不对？我心里是这么想的，所以他也生气，我也生气啊！啊，你要我做功课，我功课做完了，功课做完，你要我在那边呆坐才是乖学生吗？啊，那你如果这些书不好，你为什么要摆在后面？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当然我也生气啊，就这样打了老师啊。他很生气，我很生气，但他后来当然我们都静下来以后，当然我就去跟他道歉吧。啊，老师也觉得他太冲动嘛，啊，因为他来代课，他也不晓得我功课那么好。所以很多很多东西会犯错，有犯错的因缘，所以犯错有没有自信？没有自信吧。这个人突然没修养，你不要真的把他当成没修养，这只是这时候他的情绪没有管控好，他突然进入无明，那个我上来了，啊，你如果缓一点，哎，等一下，你就会看到他有修养的那一面。你说看到没修养，你也跟着没修养，那当然就完了。这一个人错好处理，两个人都错，然后都不认错，怎么处理？啊，所以我们如果懂这个道理，其实所有的对立啊，所有错都会化一无形，啊，我们常常说，重业轻报。但你如果没有智慧呢，轻业重报。啊，你看那一天那个电视里面说两个好兄弟，啊，那喝了酒，几句话就打了，甚至就把他杀掉了。那根本就小小的问题。但为什么酿成那么大的错？所以我们那个无明起来，你如果没有看到，小无明会变成大无明。反过来讲，你如果觉照，在还没有变成大无明之前，已经被你化解了。那小无明呢，其实无妨了。我们也不可能天气每一天都晴空万里吧？所以是阴天一下。你看早上我们在做早课的时候，风多大？现在风平浪静啊，很寂静啊，所以，在任何状况下都不要反应过度，最好的反应就不反应，最好的反应就不反应，你一样的，就地震嘛，还是什么，最好的反应就停下来，去找最坚固的地方，从容的过去，不要跑。你跑的时候，如果还在地震，它那个加速还是突然，可能你要去躲，还没有躲就撞它了。没有伤变成有伤，所以所有东西就是，哎，静下来才能知道怎么样子才是对的，就是观缘起啊。这时候知道什么才是对的，才去做，这样是最保险的，急不得。但是我们一般人，都会莫名其妙就急，因为想要避开这个灾难，啊，想要离开那种灾难，啊，事实上呢，那个大重报轻受，它可能是很大的灾难，但是你如果定力够，智慧够，其实就化解掉了。你如果没有定没有慧，乱闯，那其实。你让他静下来什么事也没有，当你一慌一急呢，本来没事你已经完就完蛋了，
就差不多了啊，这一样的，千万不要冲动，千万不要冲动啊！那个我们有时候开车也会一样嘛，就被扒，心里就很不舒服，就前面扒的就看谁的眼睛大，后面看的就头转回去瞪他几下，那个都多余的吧？扒当下生当下灭，对不对？我讲这些细节，其实是要我们慢慢的反观，修行真的没有那么难，不是那么难啊。但是扒一下，当你这时候心里没有准备好，你吓一跳，你又赶马上就情绪就上来，情绪上来，动作就上来。本来扒一下，当下生当下灭，但是这个扒弄得你火气起来的时候，这扒一声就没完没了。这本来就很简单，这个世界上本来就很简单，缘起呢本来就很简单。再讲深入一点，法界里面没有故意，包括我很生气都不是故意要生气，但是我们客观来看会觉得他故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起来，我确定他有我，我无名，所以我在看他的时候用无名在看，用无名在看，给的答案是无名的答案。你对吗？你不对吧？一个人一直坏，一直坏，一直坏，他故意要坏吗？他在那个业力里面，他没有反照力，不能自拔，不是故意啊。像两个吵起来，到最后把对方打死，他不是故意要打死，就越来越用力，越来越用力。我打你一下，你还手，我第二个过去一定比第一个还重，报复嘛。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恶性循环，那我们的恶性循环就用贪嗔痴慢疑不断的堆叠，不断的累积。那所以就把无明不断的累积，你还不会犯大错吗？所以这时候最快的是看到我们无明，哎，这个无明不能累积，哎，无明一不累积，当下生当下灭，它粘不下去，是我们把它粘上去的。所以要这样来看，你才不会心里面充满着正义，好像你这个你都没有过失，你这个世界你是这个世界里面正义的化身。我说你笨得不得了，无明得不得了啊，自以为是。不是我们没有是非，我们懂得是非就是要离非然后成是，不要懂得是非就在那边搞是非啊，那是我们很大的问题。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通病哦，不是只是你的病，我没病，我比你的病还重。我还是要承认，真的，真的，我觉得我很糟糕。哎，到时候能不能善事我都不晓得，因为我做很多不应该做的事。但是你也不要把我想成多恶啊，不要开始猜想他所讲的所谓做不应该做的事是什么，只有我知道，你们不知道。哎，这不需要，不需要去管别人，只要管自己。要管自己，我以前就是，我老爸也说过吧，他说没有想到我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好像到最后什么脾气都没有了。以前是很有正义感的，自以为是正义的化身了。嗯，老师我也敢打，教官我照样打。不管他的啊，但后来又开始学佛，开始看佛经以后，发觉那都匹夫之勇，那个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人家不敢出头，你强出头干嘛？啊，你真的比别人行吗？这不自量力啊，不自量力。所以发觉以前自己得意的地方，现在觉得自己很无名，很窝囊。哎，这样你就改掉了。嗯，你若还以为都是觉得自己正义感很凛然呐，啊，一直下去，哪一天也是一样，你会打老师，会打教官，那你就会被学生打。
你就会有那个报。不是不报，时间未到，所以我赶快退休。其实也不是啦，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学佛，已经开始怎么样子懂得怎么样对待人嘛，所以对学生都很好，对学生都很好，绝对不会让他们仇视我。所以 这个就是真正的懂得法以后的受益。我觉得在座的每一个都没有我那么恶执，真的。我做的事你们绝对不敢做，那我为什么敢做？就代表我比你们还恶，还冲动。但是我那么冲动那么恶，现在都可以好像一个修行人的样子，那是怎么来的？就慢慢懂道理，慢慢那个智慧现前，不是无明现前。以前是无明现前，以为是智慧，现在是真的智慧现前，慢慢无明就不见了，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懂得佛法实在是太棒了，因为它真的是真理。那这个地方当然你也在看经，但是你看到了哪一个层次？你也在听经，你听到的是怎么样子的说法？所以这个都是跟我们的因缘有关。你如果够深度，你会去找有深度的东西看；你如果没有深度，找有深度的不会相应，因为根本就相应不来。那你若自以为自己很行，你相应的也会觉得他很行，对不对？你就觉得他行，你觉得我行，那才会相应嘛。那事实上呢，他也不行，你也不行嘛。啊，所以这个当然我们说，看一个人的层次也是看他的周遭，看他的朋友，看他的生活内涵，大概就晓得这个人层次到哪边嘛。啊，那不是全然呐，但大部分大家也可以客观的去评判嘛。啊，好，我们再继续往下看，也就是说你如果要观佛，你一定要观到自己的实相。你如果观到自己的实相，你就可以观到佛，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所以一样的。这里面呢，佛众生同一个心，要同哪一个心？不可能有佛的心跟众生的心一样嘛，不可能吧。那佛的心跟众生的心的体性一样，这是一。那为什么称为有佛的心有众生的心？就是一。你不能说佛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一样，啊，就是不一样。但是那个别呢，那个想法从哪边来？也是从业种子所显现吧。业种子从哪边来？从那个种子吧，也是过去的业留下来的种子，这时候又显现嘛，就这样不断的重复。所以真的要好好学佛，要好好学佛，一定要懂得佛到底在说什么。我们现在真的通病吧，啊，就看几部经就，啊，佛就这么说，看起来每一部都差不多，嗯，都差不多，啊，因为你是差不多先生，所以看什么都差不多吧。你的抉择慧啊，你的分析力啊，都那么样子肤浅，当然看深看浅都同样浅嘛，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 觉察到这个，所以把那个心真正好好静下来，不要一直我要干什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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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那个无明要干什么，把心静下来。他会告诉你要干什么。如果我一直拿不掉，你要干什么？通通无明，通通习气业力了，啊，所以这边先能静下来，啊，那要观如来，不是去观外面，不是去看外面那个如来的像，不是看这一尊，不是看你，一定要自观内观。不断的看着组成我这个身心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啊，它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我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，啊，
这个叫自观身实相，也可以观自身实相。这个身不是只是紫色身，身叫卡雅，卡雅就聚集体，聚集体包括了四大的聚集跟六层圆影的聚集，跟这两个的互动的聚集都是属于身，啊，都属于身。所以这边呢，总答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接着下来就一样一样的分析，他是怎么观自身的实相。好，我们往下看。我观如来前即不来，后即不去，今则不住。好，先停下来哈，因为这个就在讲三世。先从时间来谈，我看我的本来面目，真的去研究，因为刚刚讲嘛，观佛是就如观自身嘛，所以我观佛是从观我的自身来观嘛，而我的自身呢，比如说我前世是什么，这世是什么，来世是什么，然后如果那个还太长，哎，我昨天想什么，现在在讲什么，啊，明天我会想什么。这个就三世吧。那三世事实上呢，可长可短，但是请问当下多长多短？当下有没有时间？当然有啊，就是这个时间呢，啊，你说这个时间它已经过去了，就当下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相了，啊，不能说什么0.001秒叫当下，不是啦，哎，真正的当下就完全没有量，一有量呢就不是当下。所以我们现在简单说，就常常讲归零，归零嘛，啊，归零就是完全没有东西，没有时间的长短。所以当下如果还有时间的长短，那我们学过分析吧，哈，这一段你把它中间起终点，前面叫做过去，后面叫未来，不是当下，啊，所以当下不能有长度，不能有长度。所以讲，但是呢，那不能有长度，也因为我安这一个当下，虽然没有长度，还是有这一点之前，这一点之后，所以这一点之前叫前际。这一点之后叫做后继，啊，那我们常常就说，哎，我现在是从昨天来吧，我这一生是从过去世来吧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样子嘛。那我们可以看，他说，若我观察如来，就观察实相，观察我的身跟心，发觉前继没有来，后继没有去，现在呢不住。那这句话怎么说哈？啊，我们把它解释一下。因为你这个现在已经是我们自己安上去的，所以这个当下之前叫做过去，当下之后叫做后继。那这一点是安上去的，可得吗？安上去就无中生有的，不是本来有的。好，我们是安了这个不应该安的，才生出了前后。你确定现在不可得，有前际可得，有后际可得吗？就通通不可得了，通通不可得。那要否定前际后际，从否定现在就可以否定前际后际。因为现在不可得，啊，现在不可得，你就没有这个从哪边来我这边，从我这边去到哪边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一个点可以安立哈，啊。那这样就时间就打破。那我们因为都在无明里面，我们以为这个当下是真正的存在，回忆那就变成过去，计划就变成未来。那也就是因为你执着了当下是真的，
所以你把过去也执着是真的，未来也执着是真的，所以为什么会有因缘果报？因为在我们无明的时候都把这些当真，它就不可能消失，真的不会消失。那么我们又希望它消失，又执着它是真，你有没有够矛盾呢？我们真的很矛盾呢，啊，又希望它不是真的，但是又觉得它是真的，啊，我们随时在犯这种错误啊。好，再打个比方，我去骂人家，那当然是真的，当下有这种行为出现了，那真的是什么？真的就是不会消失，对不对？真的就永远不变才是真的吧？那你骂他一句，他在哪里？真的吗？假的嘛？那假的你又把他当真？我那时候跟他吵过架，所以我不能随便跟他笑啊。就这样把那个假的又当真了，所以我们真的莫名其妙。那反过来讲，如果我们知道它是假的啊，因为那时候我生气我没修养，但是我也做了，我承认我错啊，我对不起你，哎，你都知道这是假的，假借你的习气业力在当下演了假戏吧，所以你也不要太认真，我也不要太认真吧。不是说我骂你是理所当然，不是，真的抱歉，那时候我真的修养不好，讲不该讲的话啊，不是不是，就真的假嘛，一切都是假，弄然糊掉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擦不掉？那我执没有拿掉啊，那个假的永远把它当真了 啊所以我们说只要我执还在，你永远是活在假里面。但还好佛陀告诉我们，假就是真，假就是真，真就是假。哎，这样子的话，其实我们真的可以解脱了。你当成真的时候，你就马上提起真就是假，不要执着，那不就解脱了？你当假的时候，当假漠不关心的时候，然后假就是真，我不能不关心，还要深入的觉观，还要好好的探讨，不是就真了吗？所以其实那个你会因为假而有离开的动作，因为真而有进入的动作，就有来有去，有入有出，那都轮回，都不能解脱。所以这些观念呢，好像没什么啦，但是你如果真的有点相应，真的懂，太好用了，真的很好用，真的很好用，就确定一切假都可以变，就真的很好用。如果有把什么假当真，你就变不了，就没有办法变它了，所以万法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，我们就是把梦幻泡影当成真，所以我们就活在这个业报里面，不能出，做不了主，不能自在。什么是做主了？不为万物转，就做主了，不被境转了，不被万法转，就做主了。那我们都把万法当真，你怎么能做主？都被万法转了，所以这里面当然要很小心，很小心啊。好，那这里面也就是说，不管过去的过去，我们常常过去不思吧，不要一天到晚想你过去，像我刚刚也在想过去吧，但是想过去是要把自己绕开一下吧，不是要呈现我以前多厉害什么，就是那很幼稚，所以犯了不应该犯的错。那当然我们慢慢的成熟，也发觉那个也不是什么大过失，如果真的那个是大过失，老师也不会原谅我们，所以那个都是一下子误解而已。这么他也很高兴，我们也很高兴嘛，他也解脱，我们也解脱吧，所以千万不要自残，然后又要残人哦，自服还要服人哦，会服人的一定是自服的人哦，
会去绑别人，一定是先把自己绑住的。你没有绑住我，为什么有这个能去绑别人？为什么有这个能去绑别人？啊，所以，当我们依赖别人的时候，这时候就晓得，你已经造成了不可依赖的一种现象。嗯，因为，这个需要人家照顾的是完全没有道理的。我们就觉得我们很宝贝，然后需要人家来照顾我们。你若真宝贝，你只会照顾人，不需要人家照顾。这个叫菩萨。你若真的宝贝，你照顾人家都来不及，绝对不会有一个想法说你来照顾我，我需要你照顾。当然客观的来讲也不是，我们也不要把这个当成什么大过失了，因为有些你进入无我的状况的时候，人家要怎么样你也没办法。我心里面没有要你照顾啊，但是他不照顾你，他心不安啊，所以他就会照顾你啊。这时候你为了让他心安，你就让他照顾吧。就这样，这样自己也可以解开。但是呢，那个照顾人的会以为自己真的尽了责去照顾人的啊，所以有时候想一想，有时候其实也不能讲得太白了，讲得太白哈，我们常常是把我们的知见硬套在别人身上，从来没有站在他的立场在思考。你若站在他的立场在思考，你不会这样子的执着一定要怎么样，因为虽然是你决定的，但他是受报者。所以这里面我们在这个地方真的还是要进一步深思，才不会以为没错，以为对，反而是错的。就这里面那个我都放不下，变成我有很多作为，我有很多心不安。那为了要安自己的心，可能就用很多方法，照做很多方式，强加在别人身上。其实不是要安他的心，是要安你自己的心。那这里面当然就有问题了。所以那因果真的很细哦，真的很细。当然我们也不需要为这个太过烦恼了，但是要你不烦恼不是要你很执着了，执着就是烦恼啊。所以这里面要怎么做才对呢？当你心越舒坦的，越放松，越没有我就越没有我所，要没有我所必须先没有我。若我还在，说没有我所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要犯那个我所的错，要拿掉，一定要改掉我执。如果我执拿不掉，你我所一定犯错。这个当然我们也可以，当它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去面对这些，去多做一些思维。好，所以时间呢不要执着，过去就过去了，现在呢，现在完全不住吧。我刚刚已经用物理的方式来说它了嘛，现在根本就不可得啊。但是你是活着，随时都在现在里面啊，你活着当下就是现在啊。问题是这个当下是不是前面的当下？显然不是吧。这当下能不能作为未来的当下？不是嘛，不可能嘛。那当下我要住吗？住不了嘛，根本就没有当下可住啊。啊，没有当下可住，就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。没有过去就不会从过去来到这边，没有未来就不会从这边去到那边啊。所以叫不去啊，不来不去不住。这个在六祖的坛经
当然也在这边有做一点点注解吧。那事实上我们要出轮回就是要突破时空嘛，突破时空就对时跟空的误解一定要拿掉，那误解就执着吧，以为它真真的，以为它怎么样了，那都是我执我见嘛，都是我在那边作怪，我就是无明嘛，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发觉到我们的无明，才能慢慢去除无明。若不知道我就是无明，那永远就活在无明里面不自知。这个也就一般的人，一般的没有佛法思想，没有那个政治政见的，大家都活在我的无明里面，然后自以为自己怎么样怎么样了，哎，慢慢的。我还是要强调，不是要否定掉你的身心，而是不要把这个身心当成真的是什么，哎，一点都不真。那反归来，一点都不假。哦，这个一点都不真，好像是否定啊，一点都不假，好像是肯定。事实上呢？一点都不真，就不要执着哦。一点都不假，不要轻忽，不要以为，不要落空王啊！不要着相，也不要落空王。那这个就是中道，这个就是中道。所以我们中道不是要否定什么，也不要抓住什么。但是你在这种状况下呢，既可以很流畅的随缘去。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，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，就是既增上自己的智慧、功德跟福德了哈，也同时在帮忙别人累积智慧之粮跟福德之粮，这个就是自己存在最大的意义。那能够把握这个原则，你就是菩萨，因为随时都在增上，都在加分呐。为自己加分，也为众生加分嘛，啊，那你要为众生加分之前，一定要为自己加分的资粮嘛。意思也就是说，你要财布施，你必须先自己有财吧；你要法布施，你必须先自己有法吧；你要力布施，你要必须先自己有力吧，有力量啊，所以。这个都很清楚的，啊，不要执着我，那不是要否定我，而是把这个我从不对，从执着变成一种开放的、随缘的、如实的、如来的啊！你如果随时都用这个不来不去、不增不益、不依不依，有这样的身心状况，其实你就是当下就是如来显现出来，就如来的显现。所以我个人的感觉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说学了密法以后，给我最大的根本的改变，就是随时我当然我知道我不是本尊，但是随时都提醒自己，我如果是本尊，我该怎么做，我该怎么做才能够跟本尊相应，这个就是学密最关键最扼要的一个起点，这个起点对了，你会随时要求自己，我在修本尊，我怎么可以做丢本尊脸的事，不行，我在学佛怎么可以丢佛的脸，不行，我在古原寺住，我怎么可以丢古原寺的脸，不行，就这个样子。所以还是回来很现实的，你说在古原寺，千万不要说古原寺的不是，不是古原寺没有瑕疵，不应该从你的嘴巴说，不应该从你的嘴巴说古原寺好跟不好，你不要参与，这样子古原寺就会变成一个很棒的，因为里面都是护持这个道场。那或许我们会觉得，我是要护持道场，所以我批评一下。跟我小时候一样，你自己是正义的化身，我要批评一下，我一定要把这个对的说出来，因为你们都错了，
你们错的都不知道，只有我知道。啊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你还没有对之前已经都错得很离谱了。已经错，别人没有做好，你帮他做好，是你是完全对的。啊，完全别人没有做好的，你帮他补足，跟球队一样。啊，就他没有防范好，我赶快去补位，赶快把他挡起来，把那个漏洞挡起来，因为我远远看就晓得这个人如果带过那一个人就马上进去了，所以我知道再让他多一个关卡去把他挡住，就这个样子啊。那这个而不是哎，那赶快回手啊，不是在那叫没有用啊，你就马上去做啊。这个是我从参加球队学来的，然后也从修本尊学来的东西。其实佛法不离世间觉了哈，这里面你如果常常用觉的觉照在看所有事情，你就会看到怎么样做才好才对啊。你就知道飞嘛，知道飞才能补那个不飞嘛，而不是知道飞再说那是飞，这样完全没有用，完全没有用，因为别人没有觉察到，你觉察到了，你就赶快做吧。就这个样子，人家也会觉得哇，你这个人真的很体贴，还好那时候你有补上位，不然就让人家进球了，就这个样子啊。所以很多东西是观念的问题，态度的问题，你观念不对的话很难做对事。然后那个一个道场最麻烦就不安，互相的批评，互相看不顺眼，那个就在制造对立啊。所以当然我们也晓得现在末法，就每一个人，其实我们看整个社会也知道，因为越来越强调自我，越来越自由，自由就自以为是，越来越自以为是。我们以前的教育呢，是从小就叫你不要自以为是，我们都很听话。像我这位打老师的是大逆无道啊，然后我爸是很会教的，怎么会教出一个会打老师的小孩子？所以就太自我，因为那一种就是被尊重，到最后过度尊重自己，忘了尊重别人啊。所以你如果小孩子小时候不教，到最后很难教啊。所以越是强调自由意志，越要把自由意志的珍贵让他知道。我尊重你，但不是要你任性哦，不是你说什么都对啊。我没有处罚你，不是代表你对了。我奖励你，也不见得你是真的对了，那都是一种手段啊。这样子慢慢你就会越来越有觉照力。只要我们随时保持那个心是很清净的，很稳定的，其实那个我一起来，你自己就很容易看到。如果一直活在我里面的，然后以为什么对什么错，你的对跟错都在制造是非，因为本来没有是非可得，你一直马上弄出这样对那样不对，不是没有对跟不对哦。要谈对不跟不对，先得升观因缘才能够判断对跟不对。你一年都没有对跟不对到底依什么而定呢？啊，完全没有。那个就是那个把那个无名的我把它抬得太高了，在这里面一定要慢慢的来，慢慢的来，但是还是要懂道理。我们要打破空间，因为我们的见闻嗅尝觉知都是依着有空间来呈现，所以从这个经验法则里面，从这个地方下手真的有点难。但时间呢，很明显，时间真的是我们安的。你只要不掉进去，那时空已经成就一半。先不执着时间，
不执着时间，你若不执着时间，请问你会急吗？我们莫名的急躁都是执着那个时间，这个我想我们应该都很有经验吧。你跟他约八点见面，他八点没有出现，你会什么反应？你会什么反应啊？因为你执着时间了。那你如果不执着时间，我们约八点是一个我们的约定，一个参考时间。他为什么现在不能来？他没有出现，一定他有事。不要一开始就给，这个人从来不讲信用，这个人从来一定迟到，所以一想一生气，我怎么会相信他约八点我就八点出现？我为什么不等他出现我才出现？就一想越复杂。那但是这个就不体贴，没有回到观缘起，只有在执着时间的那一份执着里面在那边打转，然后升起了自己的知见啊，升起自己的情绪反应啊，你说这样还不是无明吗？哪一个有这种修养？因为我们现在时间都很宝贵，怎么可以随便让我等啊？你实在是太没有教养了。但是话又说，如果这样你反而产生一个体贴的心。我本来在家里在干什么呢？因为约就出来了，在这边现在也没事干。前几天我说，最近发觉拿着一串珠的好处。你如果这时候没有身上没有珠，这时候你就不晓得怎么排遣时间了。这时候有珠，然后在那边斗方步来来去去，不管要念往生咒还是念阿弥陀佛，什么都好。你就在那边修起行，用起功来了，而且当下身心都很极静，而且觉得自己很有智慧。我怎么会这么有智慧？利用这个没有用的时间，让它变成有用。这个都是转念而已。那转念当然很多东西，说你的念里面有几分正念，让你可以把这些邪念非念转掉，所以还是要熏习，还是要不断的熏习，不断的修啊。那我们也可以讲说啊，比如说我如果只会念阿弥陀佛，那这时候也没有心情念阿弥陀佛，你就念不下去。为什么要广学？我现在不想念阿弥陀佛，我现在在念金刚手菩萨可以吧，念莲师可以吧，你就有趣起来了。所以学很多法也是在安我们的心，当我们心不能依这个法来安的时候，我安另外一个吧。所以广学也有广学的好处，可能性就变多了，选择性就变高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如果只是一门深入，那又进不去又退不出来怎么办？卡住了，很麻烦了，就好像我们卡在生气里面，越想越生气一样，然后在生气的时候还不晓得自己怎么这么笨，让自己生气。还有笨到自残的吗？当我们停留在生气不满的时候，这时候就要自残，你还不晓得，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知道，我们本来没事，现在有事，所以不对的吧。那你如果认为有事是应该的，我常常有些人就是说跟他讲啊，你不要讲那么高哦，我们是凡夫哦，我不可能像你讲的那样子哦。有了，有道理，真的有道理，因为你执着你是凡夫，这个就是你的道理。执着你是佛还有救，执着你是凡夫，佛救不了你。所以我们如果停留在无明甚至嗔怒里面，还不晓得自己这时候是错的，那谁能够让你从无明那个嗔怒那个火里面出来？没有谁救得了，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么多？就要不断的让你知道，一定要懂得法才能真正帮自己，你越相信自我离法越远，越相信法离那个自我就越远。我讲的自我是无明，就离那个无明越远，所以这个还是要好好去下功夫。好，那个时间突破了以后，
接着下来就是要来观五蕴了哈。好，我们看看，不观色，不观色如，不观色性，不观受想行识，不观色如，不观色性，非四大起，同于虚空。好，啊，这个，就观五蕴，那个《心经》一开始就照见五蕴，那观自身其实就在观五蕴，那在五蕴通通还是落在时间的执着分别里面，所以一开始他先解开我们对时间的看法，先把这打掉，然后才能够来进一步来观色。一样的色，过去色，现在色，未来色，我不是从过去色来到现在，我也不从现在色去到未来，那这个就不会落在时间的执着里面。我们回到色就是观当下的色，只要当下的色弄清楚了，过去也因当下而立，未来也因当下而立，所以当下如果搞清楚了就统统搞清楚了。所以这个就是要把我们修法越来越扼要，越来越精准的去把握到你该修什么，不要修什么。你应该要观察你现在起心动念对不对，不要一直在检讨过去对不对。我们是不是都犯这个毛病，对不对？想一想啊，是不是这个人从那边走过来，他跟人家说话说得很愉快，手足舞蹈很喜悦，那你就分享他的喜悦吧。但我们会想说，这个人很假，跟我都没有一句好话，跟别人都这么谈笑风生了，你就活到过去去了。你为什么不现观当下这么可爱的一个人，怎么会那时候我会跟他吵架？这么可爱的人会跟我吵架，我是一个好人吗？那不仅仅不承认了，你看他笑笑，你就臭着脸走过去了。哎，所以很多真的我们会修行，就越来越修，越发觉自己怎么这么莫名其妙啊！你就是真的可以修了。如果修半天都还自以为是，那你免得修，你随时会犯错。我执意是强的人随时都会犯大错啊，所以这个里面当然我们真的不要要求别人原谅我们，我们要要求自己不需要别人原谅啊，要求自己不需要别人原谅，就你要求自己不犯错就不需要别人原谅，对不对？所以还是把真的把自己看好啊，我们老和尚那句话，对，随时把自己看好，随时把自己做对，那就是真正的修行啊。那我们这时候要观五蕴色受想行识，那色比较具体，所以先观色。那我们就来观色，色就是有吧，观色就是观有。那么不要去观有，就不要找有的相。这边接着下来都是用步步，就是不是用不，就是用无，就是从否定面来擦掉这个不跟无，就好像拿着一块橡皮擦在擦画在纸上的那些东西一样，不断的擦，不断的擦啊。那这里面呢，我们说不观色，就是不要把这个能观锁定在色上面，锁定在有，就若有了。我当然知道这是有，但是不要粘在有上面，这是不观色。不是没有色，是有色，但是不要着色相，不要粘在有上面。接着呢，不观色如，就是色的本来面目，色它的如实的它的本体，那就是空。不观空，刚刚不观有，所以不观有就不着有相，这个不观色就不着无相，
不着空相、哦、这两个，然后不观色性，色性可有可无，可有可无就非有非无，可有的时候就是非无，可无的时候就非有，所以 这里面我们就是等于是一观的时候，不若有不若空，不若空有和合，也不若非空非有，这就四成叫四句，离四句绝百非，就离四相绝百非，不要落在有相，不要落在空相，不要落在既有亦空的相，不要落在非有非空的相。虽然只有三句，事实上已经四句都说了，意思也就是说，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能，立一个能，知见立知无明，然后有了无，有了我以后，因为要能观，就是也要有能观才有所观嘛。那把色拿来作为所观，那这时候没有放掉能观嘛。所以要放掉能观呢，就是说我不观，不是我在观，没有我在观，但是还是在观没错，但这时候不离不离能所，这里面就是中道了，就真正的用我们的本来面目在面对，讲观照好像有能所，讲面对也还是有能所，所以这个很难说。这里面就是要很小心，一落到有下面知道错了，不观色；一落到空上面不观色如，啊，一落到一有一空，非有非空的时候就不观色性，都不能落，就不能粘在上面。所以这样子慢慢的对色就不被，我们说色就净嘛，就相嘛，不被相转，不被净转了，啊，然后。你外面不被净转，不被相转，里面呢没有能，没有我，没有能观，啊，所观超越了，这能观同时也要超越，这个就是从色下的功夫，从色去观色的实相，观这个色集，就是色的这个身，色的这个聚集里面的实相。这第一层说完了啊，然后色观通透了以后呢，啊，这个具体的我都能处理的，那不具体应该更简单吧？那是有我都不执着了，那没有我还执着什么？那好像可以存在一段时间的，我都可以看破它了。这个当下生当下灭的，我怎么又会执着呢？但是。从另外一个角度，色的执着是粗的执着，受想行识是细的执着，那更难，更抽象，更使不上力，所以一定是先观色，再观受想行识，啊，所以一样的，我们说四念住，其实也是一样，观身不净，啊，观受无常，观法无我。其实也是一样，那变成 观心无常了，啊，观受是苦了，啊，观身不净，这个其实把五蕴简化成四，后面那三个就是受想行识，所以我们说四念住其实还是在修观照五蕴，啊，那这五蕴里面你先观具体的，所以一般因为我们第一个最麻烦的就是对身要改变我们习气，大家都对这个身的贪着，所以一开始修大部分都观身不净，那因为这样子，所以很多人对身就产生了厌恶，啊，那本来是要抚平你的贪心的，结果变成讨厌啊，厌恶活着不耐烦，希望否定掉这个身体，所以甚至强的就自残，更强的自杀，这个都是因为你着一边，着那个不净相了，啊，不对，你为什么不同时看一下这不净的底下是净还是不净，
你若把不净杀掉了，是不是也把净杀掉了？好，一样的。我们的每一个人其实都很棒，就他的善念、净念，其实无穷很多，随时都在现。但偶尔起一个恶念，啊，就好像我什么都不对了。啊，为了要杀掉这个恶念呢，就把它压下去，然后善念就是一念不生，不是三，不是二啊。一念不生，就在把那个善念、清净念通压掉，啊，所以不对的，那都是着相，就我们刚刚四句里面着有相。那以此类推哈，那接着下来是观受想行识，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一个推的话，叫不观受、不观受如、不观受性、不观想、不观想如。不观想性，不观行，不观行如，不观行性，不观事，不观事如，不观事性。所以这个是最后，就五蕴的最后一句啊。好，那到这边为止，我们就晓得，到这边就观五蕴了。观五蕴不落在五蕴里面，穿透五蕴的假象，看透它的实相，那同时没有实相可得，不住实相，不住实相的不住有，不住空。我们常常说，哎，有的实相是空啊，啊，比如说我们四熟地的究竟是生意地，不是哦，四熟地不离生意地，生意地不离四熟地啊，啊，两个无二无别。两个是无二无别，不是世俗地有世俗的真理，圣义地有圣义的真理，它是无关的，它是不是一个东西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有没有解决问题啊？世俗地在世俗里面找到真理了，那圣义地呢？落空了。在圣义地里面找到真理，第一地找到了，世俗地落空，这就是我们着相着边。你若晓得亦世俗亦圣义，非世俗非圣义，只要有所住通通不对，只要有所着，不管连你的是一个很棒的味道，一个很好的形象都不对，不能被任何东西绑住。但是不是要离一切相啊？若见诸相非相，需要离相吗？即那个相，看到它非相，证得了非相，还是显现那个相，那个相不增不减。虽然它是无常的，但该现的时候它就现，该不现的时候它就不现，没有得失，而是一切依着空性的缘起来显现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就到这边为止，就在观五蕴啊。接着呢，注解那个不观色、不观色如、不观色性，是看我们的色身，我们要去观察它。它不是从四大所起，它就像虚空一样，有四大的显现，但是不被四大所爱。它虽然是虚空，无碍四大的显现，那四大的显现既然无碍，四大的组合当然更无碍，就一无碍就从头到底都没有障碍啊。所以这边呢，用虚空来解释，也就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啊，在你还没有受孕的时候，就还没有进入母胎的时候，你是什么相？空相。跟虚空一样，那进去以后，因为这时候的父的基因、母的基因，再加上你的业力，就八识里面的那些共同的因缘，所以合在一起。合在一起的空依着缘起，就在里面开始组合了，开始演进了，开始变化了。但既然在变化，就不是原来的样子，所以你挤挤挤挤抓了。那本来从都没有相，
慢慢具足你的相啊，因为有爸爸的基因，有妈妈的基因在决定，所以你慢慢的就有点像爸爸，也有点像妈妈嘛，啊，就这样，这因缘越来越具足，然后到最后就出来了，所以也是从虚空慢慢，因为缘起在那边玩，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地水火风几乎都没有啊，就是一个意念呐、啊，那都没有吗？还是有水大吧，啊，父精母血都属于水大了。啊，只是水大吗？里面有温度啊，所以有火大了，啊，那因为里面有这些基因组成，所以有色大，有地大，所以慢慢慢慢，我们这个虚空看起来虚空的东西，因为四大的组合，它不是只有四大能够升起啊，啊，不是啊，它是从空里面幻变的。不是四大能生出你的肉体哦，所以这边也就当我们观我们色身的时候，不是四大所生，是四大组合所显。这个四大就变成不是因，没有因可得，不是地来生成我的身，也不是水，也不是火，也不是风，但不离地水火风，不离，但不急。不是只有其中一个就生出你这个东西，它没有一定的组合，就好像我们现在有些人在那个胎盘比较脆弱，母胎比较脆弱，所以到里面它那个养分输送不了，四大不能平顺的运作的时候就 坏死了，胎死腹中了，就这个道理。所以做什么东西它完成没有那么简单，但是也没有那么难，为什么？就是业力在里面演戏吧，业力啊，业力在里面演戏，那这个业力不好，就到那边就罢工嘛，啊，你就完了，啊，那有些是业力往后延嘛，啊，小时候在肚子里面很乖吧，出来就变成过动儿，那过动儿也是一段时间，慢慢变成有暴力倾向。这个也是业力慢慢显现出来了，不是他故意这个样子啊。所以我们若有这种同情心、同理心，其实你不会太去责怪别人的错，不是他愿意的啦。那当然我们不能纵容别人的错了，但是一定要给对方有机会，除非他真的不珍惜，那当然我们就没办法。不是不给机会，是机会已经给了，但是你其实也没有善用，那没有善用就变成说，等于是消费人家的慈悲啊，然后来造就自己的自我任性，那这样当然就不好。那反过来讲，如果我们能随时多一点点关照，多一点点同理心，其实慢慢的一切对境对爱，就是会互相障碍，互相不愉快，那些情境自然就越来越少。只要有不愉快的情境，一定在结恶缘，在造恶因，在结恶缘，以后会有恶果。我们在这个一定要深信因果，我现在错要赶快承认，赶快改变，不要错上加错，错得理所当然，那这样就没救。等你要补救的时候，其实不是你能受得了，不是哦。我现在赶快承认错，赶快忏悔，赶快转变，还很松。等它变得很坚固，这时候你用尽办法突破。所以我们要不变成地大不容易破。我们常常讲说，其实地大也是空大的幻变。啊，空刚开始显现成风。那接着呢，水火地，哎，风火水地，就这样一层越来越坚固，越来越坚固啊。所以一样，我们如果在前面还是风大，还是有点起心动念，这时候情绪快要起来的时候，这时候风大，我赶快把它消灭掉，把它移掉，就不会变成地大。地大就你很难改变它啊，非常确定了，所以。这修行觉照力越高的，其实越不容易犯错，啊！如果没有提起觉照力，想不犯错都很难。
因为我们变得太钝，习惯没有觉照。我还是要再讲一下，因为我看大家在早课的时候在独孤，心里真的很难过。为什么修行修半天，一静坐就打瞌睡？那你还要修什么？你功夫真的那么好，都不需要静坐能修？静坐都不能修了，你不静坐能修才怪啊！所以一定要务必要突破，务必要突破啊！不要变成一种惯性的错，惯性的错，你不想犯错，它都惯性就错了。所以可能可以再积极一点，你使用不上法，就要用非法来对治。然后不断不是不断的要我们要去照见五蕴啊，五蕴都弄不来，你就先调呼吸嘛，总是要有事情做啊。啊，那如果这个不行了，真的拿一块尖尖的东西，再睡着就自己刺一下，看你能睡多久。但是这个也很难做，因为像睡着就没力气，扎不下去，所以这个也无奈。所以这个也不是他故意要这个样子，还是回来就业力。习气让你习惯那个样子，除非你愿意突破，你想突破，否则谁也帮不上忙。啊，好，我们回想。供养十方诸佛菩萨，空行护法。嗡，感恩感恩。那回向众生，啊。我们愿大家都能够离苦得乐，都能够离开无明，变成有智慧、有慈悲的生命存在。哼。